续的故事，把结局留给未来。我觉得这部歌剧呢，它用西方歌剧的这种形式来演绎我们中国大文豪汤显祖和葡国少女玛利亚之间的一段故事。4年前，我随家人从葡萄牙来这里经商。我觉得是一种对比，就是少女追求爱情的勇气，和汤显祖他是好像第一次见识到女仔可以这样去追求爱情。玛利亚呢，可能是她比较浪漫一些，汤显祖呢，他比较沉稳，但是从他内心来说，他是非常喜欢她的。这不是我们用这种的歌唱这种形式来表达他。我觉得都是挺兴奋的，由我来参与演出，看看大家会怎样撞出一些火花咯。